啊，即马你那是真正第三度的 AV block， 就是新房的灯拍出来，啊下骹袂插伊，啊无就是顶头拍一个下骹，甲你插两三个，顶头拍两个，伊甲跳五六个，啊出出出出出顶头跳下骹跳，跳，欸，各自为政呢，欸，雄雄是袂死啦，袂讲因为第三度新房新式传导障碍讲很喘起来，袂，但是有一天你都会喘起来，因为失去控制的心房心室，这边跳这边，这边跳这边，血若喷袂出去咧，血都要强泵咧。啊，有时啊，你这边都明明照标准七十二个咧喷，下骹讲甲你跳三十几个啦，伊累积积骨落去才甲你跳一个啦。啊，迄个时阵你血真无法度喷，头脑欠，就昏迷，就喘起来。我一讲雄雄变做心室，哦 ，flutter， fibrillation， 纤维颤动，唰唰唰唰，就这样样。哦，所以迄伫电影内底就会看，看讲哦，医生用迄电吼，紧甲你用迄电击的，哦，心脏甲你电落去，至少个解搁较强个招啊，电了无多 ，CP 也无多刷，因为你的电已经拢乱了，甲你安尼矫正，要甲你矫正，矫袂转来。搁一种个就是第五种个心室、心房都有心脏衰竭，心房、心室现在衰竭，你的心房、心室本来是。爱怕，咱心中怕出去血去头脑、五楼去地下室，你的脚底。哎，这心中爱怕，但是你安怎？心中怕较无力，因为压力伤大，互你心肌肥厚，肥厚到尾啊，伊氧气供应不良，心脏正扩张，带来体现了，伊冠状动脉循环都上未到啊。哦，又 passive congestion， 被动的心脏的充血、淤血症，迄时你来用毛地黄诶，啊，你搞迄款。主动的就是你心脏血根本放不出去，哦，迄属于高血压啦，哦，还是迄有做裂隙，去有迄有做冲个鬼拢肺水肿，哦，伊迄渗出物伤多。伫我前下面，你都要用利尿剂，你都要用其他，哦，丰富因心脏循环氧气的迄个药啊。那无，你的心脏衰竭都一直来愈厉害，啪啪，真袂啊吼。正常七十二，伊跳到九十六，变成一百二。啊，八三、八四啊，跳四嘞，都无真像你胖嘛。你虽然开始是跟他喘尔，到尾也连喘都袂喘吼。啊，个心脏构造异常，会先天心脏病。你心脏先天都甲人无共款，较加你嘛都要评估伊个心肺功能吼。啊，这中间有真多啦，哦 ，DVLA， 哦 ，Driver and Vehicle Licensing Agency， 英国有这个来管制。哦，你无管袂使啊！规定左心室输出率 （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rate） 小于0.4，袂使赛车。哦，你100%，你才40%提出来用，你已经受到影响了嘛？哦，所以类似这啊，这是心脏的部分啊，咱脑咧，脑神经部分常惊雄雄的中风，所以你会这人，咱较惊就是雄雄中风啊。咱拄仔讲的心脏，迄不一定你会这哦。你看廖丰德，我、哦、本来要做天下第一步的。内政部部长，迄个化解心肌梗塞都过身去啊！你看我顶个不甲大家讲诶，当下大学的前哦，咱的教务长郭俊清教授 QC quality control 伫阮胡润社内底极大的贡献，对社会国家极大的贡献。伫台中一中的校友会做理事长，吵架，六十岁心脏都缩起来啊！对哦，你也是讲平均年岁75以上，迄无话讲啊，伤年轻啊，所以。这款心脏的有时啊年轻才会得，但是中风一般啦，拢年岁较济。Stroke 这中风，伊影响到感觉、运动、甲认知，咱的神经系统，哦，咱的感觉，你摸触觉会无同款呢，摸出来，哎、欸、啊，这较硬，这较软，啊，这较粗，这较油，以前无感觉，刚才我有来有摸到物件，哎、啊、是食咩啊圆的，唔知，啊冷啊烧，讲你这也嘛唔知，啊你看这赛车的时阵变哪去？操控伊遐机械，哦，还有运动表现，神经运动的表现，哦，你用 finger to finger， 哦，安尼个从 finger to nose， 哦，两手拢爱持，哎、欸啊，你啊问题人爱吐来吐去啊，哦，迄运动神经已经无受到咱的认知来控制，哦，所以这拢总爱注意，啊，伫国外脑神经受损伤的人都要安排驾驶复健师 ，driver rehabilitation specialist。请问台湾有无？台湾你安怎中风？你只要卖人讲啊，慢慢来使啊，无人甲你掠包，准做有嘛袂安怎？
对不？伊无甲你规定讲袂使啊，这唔对。所以伫国外，哦，人因迄个 driver rehabilitation specialist， 哦，迄款驾驶的福建师，伊来甲你做评估训练，做必要的迄款吼辅具，哦，包括你的镜、目睭咪啦，你啊是要用广角的后视镜，方向盘爱改。哦，改做旋转钮诶，有诶方向盘袂使用很多安尼，从伊在用迄、那个哦旋转钮诶吼，啊是左足加速器哦，你正脚因为倒平中风了，正脚无力，你即马都要用倒脚来吹油，你的车爱甲改过呢，毋是袂使改哦，爱改而且爱安怎改，政府拢有规定，你若毋知，请你一定爱找监理所哦，啊车改了以后爱阁验过，安尼才会使上路。研究指出，医学的评估必须爱甲迄个驾驶功能一致哦，驾驶功能你若无，袂使使。其他需要经过神经专科医师 （neurology） 就是神经系统的反应，毋是去下或者哦，迄或者精神科哦，当然你嘛需要配合精神科的来甲你啊鉴定哦。啊，咱讲到神经啦吼 ，neurology 即个神经学。以神经系统来的失智症啊 ，Alzheimer 底是阿兹海模式，这个老年痴呆，咱起码讲或者失掉智慧，慢慢讲痴呆，你讲痴呆有些叫狗吼啊，有些真正开车中间吼，伊的心智会真不全哦。你到我这里路应该要滑啦，伊才袂记呢。啊过啊过，才想啊，袂使紧滑，要受向向迄个滑的动作会出问题。哦，你那失智，到甲讲物件藏伫倒会袂记，手表啊藏伫倒袂记，啊手指藏伫倒袂记，哦啊你出去外口，厝内底个锁毋知关无，紧转来关，哦这一届偌紧，若超过三届四届，拜托的，安尼唔好塞车，因为你那说袂记，你车冇可能锁匙会袂记，锁匙开落去，到时车塞停，然后藏个车顶，你做你去买物件。这真可怕呢！包括你变数变得多，你家己嘛唔知哦，会袂记哩。哦，迄失智有挺多的差别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是咱拄下讲的癫痫、癫痫症吼、哦。当然，伫美国有研究发现，癫痫造成交通意外事故比心脏病、糖尿病更加悬。啊，因为癫痫是脑放电，啊，你若无放电，就是拢好好人。啊，脑哪会放电？当然足侪原因的啦吼。伊内底。造成原因有可能是细汉是跋倒，脑内底血夹啊，迄、那个血夹啊，到我一日回来，伊再甲你刺激。啊，有时啊是遗传的，哦，有时啊是真正脑病变，有时啊是生脑瘤，豆豆生，一两个月也唔知啊，三个月开始会跌啊，跌到的时阵，伊再起癫痫。哦，就这款嘞，咱都要特别注意。咱知影吼，啊，伫个有诶，这个啊，使用什么手机啊啦吼，啊，甲25岁以下的青少年有这个啊。叫做交通事故的悬，但是你也知，因为现在人工病更加悬，敢那因为现造成的事故吼，所以爱连续刷三个月无法做 seizure free interval， 这真要紧。seizure free seizure 就是因为现，都已经治疗到第三个月内底，拢无个有因为现的症状，伊再使受到治疗吼。啊，伫个这个中间来观察，哦，看有简单的局部发作无，癫痫发作前有。登记的 aura 前兆，伊看到光，看到啥吼？伊款，迄款若有诶时，叫伊紧停，路边紧停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单纯的夜间发作，pure nocturnal seizure， 哦，夜间伊才会啊日头伊较袂，啊是发作诶时阵是药啊调整才引起的。哦，本来食这药都顺顺，啊医生都讲我即摆有一个较新的药啊，我、哦、这美国 FDA 通过，无唔对，你拄拄甲换药啊中间，即有时啊都是一个危机接触。不一定真准的是，伊嘛引起癫痫，哦，啊，过来就是次发于急性代谢或中毒的事件，哦，次发于就是讲你有急性中毒，你食物件食物中毒，你有啥物款其他的药物中毒啊，农药中毒，哦，你唔知影，伫这個中毒事件以后，来确定后壁无个有遮原因，你哪个有去普通药，哦，过去哦，食迄做，敢若讲。人迄板豆的吼，板豆较敖出代志，因为食物中毒，搞叫做温度伤高、细菌生大，这拢总是原因啦吼。啊，佫欠乏睡眠，缺乏睡眠，
有时啊，咱要出去游岛啦吼，旅行啦，哇，像爸爸都塞迄款修理车吼，啊有诶吼，伫国外弄迄款叫做房车，倒一台吼有眠床诶，啊，惯是用是个电视哦，啊，即马搁较赞诶哦，诶，搁会使甲恁兜诶迄个迄款摩托车，爬山诶吼，迄款登山的摩托车还是体力哦，拢载伫迄台房车后壁哦，哦用迄 lift 塞起啊，伊会甲伊车倒起来呢。有些人挡车，张医师就爱塞挡车。